谁要抽烟啊，上外头抽去，这屋不能抽烟，因为呢咱们在录制节目啊。哪有人抽烟呀、啊、这有人抽烟呀、啊、这你别说话就行了啊。你就是想干嘛你就干嘛。我知道我说我名，我知道你就赶紧说，我知道我说呢，你就说你名不得了吗？行行行，你在这耽误什么时间，你就哎，对对对对，你不用管这个，你还维持上秩序，别摸那电门啊，一会儿电着你啊，那么高怎么爬上去的，摸什么电门呢？谁摸电门了？你不要管人家，人家电瘾犯了就得摸去。怎么还有电瘾呢？你名瘾犯了你就赶紧说，你就说你名，我帮你维持一下秩序。我用你，你电瘾犯了你摸去吧，你去吧。行了行了啊，还不用我了、啊、你摸去吧，好心当驴肝肺。行了，电死你。行了行了行了，那行了，不用我了。行，什么就行了，舞台交给你了。我跟你说你就是故意的，我跟你说这块也交给你了，你多厉害呀、啊、能说自个儿名了，你说吧，你跟大伙说。我还没说出来呢。关键你多棒，你太棒了，来你说吧，你说一名吧，你最棒了，哎呀真了不得，呸，说吧说吧，还回来，这是什么态度？这是啊，什么玩意儿？还给我呸一下子！你不要说你名，你说、啊、说吧。我知道我说呀，懂你的。说你这人，你就是故意的。我跟你说，王春阳打一上来你就故意，你不让大伙知道我叫什么。说我要是我说我要按你那么介绍，你也说不上来。谁说的？我说的。谁说我说不上来啊？我介绍一回你也说不上来。我要说得上来呢，那咱试试啊，来一回啊。大家好啊，我叫王春阳。很复杂吗？来说吧，自个儿说吧，说吧，交给你了，说吧，我不说了，你说，说，你告诉我店门在哪儿呢？啊，你什么意思？说你，说你说，说，你闭上你的嘴，我早就说了，我就说，我叫你快说吧，你这磨叽，赶紧说呀！你少说点话，我没这么磨叽。我叫周培岩。好、啊。顺畅。知道为什么不介绍你吗？为什么？我跟你说，你就不惜的介绍你，知道吗？我怎么了？你什么都不明白，往这儿一站，你说相声，你说你明白吗？我怎么不明白啊？我，你这工作都是我给你找的，你没我这么明白的人，你能说了相声吗？我说不了，我说脱口秀去。说得明白吗？不得我教你吗？你教我什么了呀？你甭说工作啊，就生活点点滴滴啊，你要不是遇上我、啊、我这么明白一个人，天天的跟你说教给你，你都活不到现在，你知道吗？那、啊、怎么着呀，我得死去啊，我得啊。你教我什么了呀？哎啊，你这就丧良心了。怎么了？你没我你说你活得明白吗？天天我挺明白的。我就问问你啊，嗯、啊，没我嗯，你能搞上对象吗？不能。没我你能结婚吗？不能。没我你能有孩子吗？不能。对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跟你你别老着急行不行？怎么我还不着急呢？我还没我你怎么能有孩子呢？没我你搞不上对象，你结不了婚，你上哪有孩子去啊？是，是你介绍的，是对不对？我在这说了，我给你介绍那对象多好。嗯，对。结完婚以后怎么样？婚前是挺好，嗯，婚后出点小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他说我不浪漫，说我情商低。哎，嗯，哎，你早找我呀？找你干嘛呀？我明白呀。你明白管嘛用？他不明白呀。我教给你、啊、你教给我？我教给你呀。教我什么呀？为什么说你不浪漫情商低啊？你不会说话。我这不说不少了吗？跟这没关系啊。你不会哄女孩开心，你知道吗？那怎么哄呢？咱太明白了啊！今天啊，不光教给你，嗯，我也分享给大伙儿。呦呦呦！单身的男孩分享一下啊！你说说，怎么哄女孩开心啊？啊，咱就说一件事儿。这什么事儿？比方说，嗯，这女孩说她肚子疼哦，你怎么回答？喝点热水，烫死你！温乎的，你先尝尝。那行吗？红糖水，这浪漫吗？那怎么着呀？换我就不这么说。那您怎么说呢？咱高情商，你再问我会。我假装是你对象。对，你问我啊。嗯，老公，嗯，我肚子疼。别闹啊！你那么瘦，哪有肚子？
明白不？高级，明白懂了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懂了吗？我这情商是低，这要高情商，会说话哦。当然啊，我教完你，你是明白了。嗯，活学活用啊啊，我知道，也得分事儿分情况。怎么？我这个也交给过盛伟啊，就他，哎，那个好朋友哦，交给过他。那天呢，他媳妇呢也是问他啊，老公，嗯，我脑袋疼啊，他怎么说呀？别逗了。啊！你那么傻，哪有脑袋？哎呀，别说了。